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让我们有机会一起的祷告。我们继续为 Tracy 的实体敬拜献上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在 Tracy 有一班爱你的弟兄姐妹。我们现在筹备实体敬拜的事情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起实体敬拜的兴致还有盼望。我们非常的怀念在主里面的团契，所以我们特别为 Tracy 教会的聚会地点献上祷告，求你让我们继续的聆听并且跟随你的脚步，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到达你为我们预备好的敬拜地点。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 Amen。